我们再次谢谢我们阿凡达带来精彩的演出，哇！而且呢，他们推广这个是爵士的音乐哈，结合咱们的客家呢，真的带来给大家不同的一个感受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让我们可以沉浸在哇他的这个他的表现跟诠释的里面了哈。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对我们阿凡达继续的支持下去，好不好？再给他们热烈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三毛太吉卡哈。好的，接下来一样呢，我们要送奖品的时间到了。好，送奖品呢，怎么送呢？我们要先问一下呢，我们的指导单位是谁？有没有知道的请举手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指导单位知道的，一二三，请举手。一、二、三，再举手哈。三，好嘞，我们这位美女特别快，请问我们指导单位是？新竹县文化局。新竹县文化局好像不是指导单位哦。他是另外一个单位，我们待会再给你回答，好不好？来，指导单位，请问是谁？一、二、三，谁会？这边啊，这位美女来，请为我们作答。主持人，客委会。客委会有没有答对？答对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请各位呢都能够移动你的脚步，是不是？来到我们的前方呢，因为待会我们的乐团非常的棒，他也会除了他的音乐之外呢，他会带动大家一起来唱跳了哈。所以邀请大家大朋友小朋友呢哈，单一哈也好，就不是用单一哈了，马上哈，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前面了，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穿着打扮就可以知道了，大哥哥大姐姐，待会带动大家一起唱一起跳哈。好，接下来。我们要问了，我们主办单位有没有人知道主办单位是谁的？请也举手一下，好吧？来，一二三，主办单位来，请举手。好，来，这位美女来。好，我们这位妹妹要给她回答吗？来，请作答。新竹县政府。掌声鼓励。还有一个也要回答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一个。新竹县议会。正确答案耶！ Yeah! 恭喜哇，答对了哇，好棒哦！送你这个我们浩克丽丽的非常可爱的铅笔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在这边呢，邀请我们大朋友、小朋友、男朋友、女朋友、好朋友，全部都可以来到我们这边了哈，一同的来我们今天呢，待会的一个表演更加的精彩，而且要邀请我们大家一起唱唱来跳跳了哈。好，接下来继续问我们承办单位，刚刚有答对的那个，但是。不是主办单位，他是承办单位。请问承办单位是？来，新竹县文化局。恭喜你答对，好，我们这个浩克丽丽的铅笔要来送给你，你非常有纪念价值跟意义，咱们的铅笔哈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最后一题了哈，请问我们执行单位是？一二三，请举手了哈。一、二。三，哎呀，这位跳最高的妹妹刚刚答对了，所以我们把机会让给另外一位，好不好？谁要回答？哪一位要回答？有回答了，我们把机会给别人。来，能力上亿，打帮你乐团，掌声。鼓励答对了，哇，好棒哦！几乎举手就可以答对了哈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再问你下一题，有没有举手的？请让我要看到，大家都要来到前面，我能够看得到才能够送你奖品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呢已经有两个表演的团队都表演完了，接下来下一个表演的团体，请问大家知道他是什么名字吗？有人知道的请举手，然后要怎样？让我看到手中特别的东西，让我看到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手中特别东西要让我能够注目到你的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谁有特别的东西？我们后面这一位美女要不要来前面为我们回答一下？是的，我们通常呢，手中特别的东西举起来之后要怎样？要把它交出来哈，所以手机交出来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好，来来来，请他们叫做什么团体呢？享乐十旋，有没有答对？有答对，掌声！是谁这么厉害？是不是太开心了？全部都慕名而来了哈！掌声鼓励！好耶！掌声鼓励了！谢谢我们最帅的主持人，接大家的双手，送给他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！好，我们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赶快到舞台区前方。享乐十旋来了，今天带了非常多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好，小朋友在哪里？赶快往舞台区前方来移动哦。今天是我们草地音乐会，非常特别哦。
哎，前面待会又有电影好看，然后现在又有音乐会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找小朋友来一起同乐哦，不然等一下大哥哥大姐姐准备了好多礼物，不知道要送给谁，谁想要啊？哟，啊，想要的同，我差点说同学，想要的小朋友要拿出热情，跟着姐姐一起跳操，跳跳唱唱，然后要说选我选我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哦，那我们来练习一次好不好？谁想要？啊，要说什么？选我选我，再一次，谁想要啊？选我选我。哎呀，这样就对了，没错没错，我们再练习一次哈，谁想要礼物？好棒哦，就是要这么可爱的小朋友们。好，刚刚姐姐有说了今天是什么音乐会啊，我姐姐先送出第一份礼物好不好？哎，刚刚我有说了什么音乐会啊，一二三小朋友快好，就是你穿紫色小礼服的妹妹啊，就是你就是你，来大声告诉大家今天是什么音乐会啊。来，我拿麦克风给大声说。好，大声说。来，大声说。小弟音乐会。哇，太棒了！好，来，快点。前面领奖。好，赶快来。好，再来跟大家介绍哦。好，我的名字叫做令狗。他忘记回去了。没有关系。还想在哪？好，旁边这一位。哥哥叫做香蕉哥哥啊，再考一次大家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一二三，好，换这边好了。好，妹妹，你说，姐姐叫什么名字？大声说。我是。妈妈帮忙说也算。瘦瘦高高的，叫做弯弯的。好，对对对，好嘞，赶快来这边。来，去前面领奖好不好？你这么快就举手了，好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来，你既然举手了，你大声告诉我这里是哪里。好，这位小朋友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哦，这边是哪边呢？是哪边？妈妈赶快给答案，是哪里啊？新化。什么？新化。新化。啊，对了啦，对了，来，请你讲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后面的大朋友小朋友赶快跟上来哈。好，来，现在呢，等一下跟着我唱唱跳跳，有没有看到今天哥哥姐姐带来很特别的礼物哦？那个气球呢，它是黄色加蓝色的，谁可以告诉我它是谁？小小兵。哦，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呀？好，那姐姐再问，谁想要小小兵？啊，记得怎么说吗？一二三，怎么说？姐姐刚刚是不是有教你们要说什么？选我选我选我。好，再来一次，我们一起练习一次好不好？谁想要小小兵？哎，这样就对了。好，保持你的热情，来拍手跟着我，我们要准备一起绿道了好不好啊？啊，不够大声好不好？大声啊，一二三，来加上踏步，好棒哦，小朋友绿道都超棒的。你们都住在这里吗？是吗？不然你住哪里？住这里的举手，住这附近举手。哎，不敢举。我还想说，如果是我的邻居，我也住在附近，我就加送你礼物。结果没有人举手就算了。哎呀哎呀，妈妈你这好，待会哈。好，来踏步，来拍手加上来。哦，我的麦克风。好了，继续来加上踏步，一起来，后面朋友跟上来。来，跟着我说哈，我们一起来唱歌，一首属于我们的歌，所有烦恼都忘了，踩着节奏真快乐。苹果姐姐圆圆的，香蕉哥哥瘦瘦的，我们一起来唱歌，弹弹吉他真快乐。烦恼同欢乐，小朋友
唱唱跳跳最认真的小朋友，直接送他礼物好不好？好吗？然后要大声说好不好？那我看谁唱的最大声，还有跳的最认真好不好？然后爸爸妈妈也在旁边跟着跳的送好不好？二三来，跟着踏步来，左右扭一扭，来跟着他。你们晚上要看电影对不对？好厉害！今天看什么？看什么电影？啊，看电影。好来，我们一起来唱歌，一首属于我们的歌，所有烦恼都忘了，踩着节奏真快乐。圆圆的，香蕉哥哥瘦瘦的，我们一起来唱歌，弹弹吉他真快乐。爸爸妈妈一起来，放下烦恼好快乐。小朋友们一起来，唱唱跳跳真快乐。阿公阿婆同阿来。爸爸妈妈，哎，我看谁做的、啊哦、哇，太棒了，最幸福的好送，哇，怎么那么棒呢、啊、来来来来来，跳得最认真，那个穿得亮亮的第一个就冲过去，戴的是 Hello Kitty 对不对？好、啊、就是你就是你，哇，真的是超认真的。而且我们今天来的小贵宾啊，小朋友，他好绿豆，对，绿豆很好，好、啊、你都流汗了、啊、来来来来来，他都流汗了，好、啊、太认真了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，你要知道努力是会有收获的、啊、还有谁也流汗、啊、全部都流汗、啊、全部都有全部都有，好好来来来来来来，初次见面哈，初次见面，好，通通流汗了，他通通流汗了哈，通通流汗了，吃糖舔嘴，哎，哥哥你刚刚有跳吗？有，我有认真看，好，没关系。哇！让我的耳麦，待会我退货的时候。来来来来，你妈妈也有流汗哈，姐姐把所有的糖果都发给你们哈，你们都太乖了，都好有秩序哦。好，我最喜欢。好，倒数了，哎，倒数倒数，然后帮你妈妈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竹北的孩子多可爱，他说。我妈妈也流汗了。孝顺的孩子。对啊，超认真的。小朋友，你们可以告诉我吗？我们现在一起来去钓鱼好不好？哦，那钓鱼要学四句客家话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太小声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好，来，准备出发，踏步来，预备起，走路。等一下呢，姐姐会教你四句客家话。我的耳麦帮我声音大一点，谢谢。走喽，我们散步来去逛东兴郡。手里拿着钓鱼竿，一起散步到水郡，太阳好大，赶快撑起伞，带上兜里甩鱼竿。嘿，你们都会唱，谁最大声？啊，这边的小朋友，大声唱哦！哇，喊等一下吧，继续来，要跟着唱，要跟我说客家话，按好事哦。来，你看我钓到一只美人鱼，按桨哦。继续来，待会我要听谁说的四句客家话，说最棒哦。大白鲨，啊，跑一圈，快点！等一下，大白鲨有没有很可怕？为什么你们表现出来是很可爱的大白鲨呢？再一次碰到大白鲨，尖叫声！哎，跑一圈，哦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们正式来哈，叫到大白鲨，啊！对了啦，这样就对了，来，屁股扭一扭，这样记得了吗？啊，记得了没？好了好了，不记得了，一起来，我看有爸爸很认真哦，来，
手里拿着钓鱼竿，一起散步到水郡，太阳好大，赶快撑起伞，带上兜里甩鱼竿，哥哥唱，哎，怎么没声音了？哦，谁最大声？哦，他等一下，对，跟着来，练习说没关系。哦，重口戏哦，继续。哎，没声音了、啊。这边小朋友跟上来。哦，很像哦。继续来，谁最认真？等一下，姐姐礼物送给他。尖叫声！看一下，看你看脸，谁最可怕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这边这边，不动一动。好，继续跟上来，最后一次哦。哎。最后一次了，这边哥哥这边的哈，跟着呢。等一下姐姐也送你们礼物，我看谁最认真，两边各选出两位，好不好？来，手里拿着钓鱼竿，一起散步到水郡，太阳好大，赶快撑起伞，带上兜里甩鱼竿。哎，跟着哥哥唱。看我钓到一只小金鱼。哦，等等一下哦，来。继续来，好可爱你们。哦，动好戏了，好，继续来。看我钓到一只美人鱼。哦，当将哦，继续跟着哥哥唱。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。你们很碍眼呢，好啦，站不回来了。好，哎，这边的这边小朋友跟上来没关系啊。我们也才刚开始哦。等拍拍手，掌声鼓励。哎，他们好棒啊！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哪里吗？大声说。哦，新瓦屋，新瓦屋是一个保存全国保存最棒的一个文化保存区。是的，客家文化。大家会说新瓦屋的客家话吗？那跟着姐姐讲一次，我看谁讲的最好哦。谢谢啦。预备，七，跟着我说，新瓦屋。哦，好厉害哟！好，这边，那我们分两边好了，因为我们要送礼物嘛。我们要选出啊！哎呀，站在这边的龟哥哥。哥哥管这边不是香蕉哥哥，不是乌龟哥哥，叫我就管。这边是姐姐管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这边我来选。这边香蕉，香蕉，客家话怎么说？来教一遍。用教。好，那你考他们。用教。你看你想送谁？香蕉。拿礼物。用教，谁会讲这首？重赏之下必有。前面这位妹妹。哦，来来来，说一次，说一次。啊，他说香蕉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举手就一百分了。好啦，说一遍，信阿波，大家说一次，信阿波。啊、哦，好厉害，他有说啦，對對對，来，妹妹来，妹妹来，刚刚举手的妹妹。对，好棒，我们一定要鼓励嘛。是的，既然在客家文化保存区，我们就要学一点客家话。刚刚那一首歌，我们看到钓到小金鱼很可爱，怎么说？动等一下，一起说。哦，看他唱得好认真，好，那换我送这边，好，下来，来，粉红色衣服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还有，你又跳到出来，都粉红色，好，两个，没有关系，两个都是，啊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哎，这个是蓝色，不是粉红色，来，小朋友来，阿弟弟来，赶出来一百分哈，哇，要说什么？谢谢啦 ，OK OK， 好，好，就是我们的 PA 大哥，好。很棒嘛！哎，超过界限就会帮我塞一只东西。小朋友也来。啊，现在不是免费发糖果时间，现在是要学课语的时间。对对。好，我们刚刚钓到美人鱼，钓到美人鱼很漂亮。我们来说一次，岸桨。岸桨。冻酱。冻酱。好棒。去跟妈妈说，妈妈冻酱。哎、跟爸爸说烟刀。烟刀啊，爸爸。爸爸在哪里？来，我看谁说的最好。说爸爸烟刀。爸爸当烟刀。真的真的真的。啊，来来来，这个小男生真的超认真，爸爸。对，就是你。因为他跟爸爸一样帅。好，你上台来好了。好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哎，他们都很认真在学客语。是是是。对啊，接下来呢？来到新瓦屋。好。
所以呢，你要唱一首《新瓦屋之歌》哦，这首歌搞不好他们听过呢，帮我们来测试一下好了。好，小朋友来，我们一起来散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待会呢，姐姐的小小兵呢，要优先送给谁，知道吗？我要优先送给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互动学客语，唱唱跳跳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爸爸妈妈有在旁边吗？没有，赶快拉过来，过来！赶快过来，你看有。上次我讲完这句话，他们赶快去。妈妈，你给我过来！不能这样子，要很有礼貌，说妈妈，为了气球你过来。您过来一下。好，你妈妈去装，没关系，你从头到尾都很认真，有机会，好不好？谁想要？啊！你们又忘了我们的通关密语。姐姐刚刚说，谁想要的时候要怎么表现？对，记得了吗？好，再一次，这边也练习一次哈。谁想要？对，就是要保持这样热情，好不好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来继续，预备，起，散步喽！音乐来，散步喽！听说这边有艺术驻村，啊，是的，有位很厉害的客家创作歌手在这里，来来，我们来唱《新瓦屋之歌》。今天星期五，来到哪里？到新瓦屋，这里有好多神奇的宝物，跟着跳。今天星期六，哎，跟着来啊，来六加六六。老的房子水去流过，欢迎新朋友。美好的生活到底是什么？未来的路送我走，请留下来陪我听同唱首歌，拥抱着纯真。走，继续走，来，哎，哥哥，换你啊！换我、啊。听说你也创作、啊，来一段，来一段，小朋友跟着来。小小的童谣、啊，你看哥哥唱的好不好、啊？你是说现场 live 吗？是啊，即兴来创作啊。如果哥哥唱的不好，礼物就不给他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礼物都给你们，可以吗？啊、好。今天星期来，你记住走路啊，散步，快。我们来跳舞，好不有不错、哦。这里有好多。来散步。美的礼物哦，我们牵着手，挥挥手，是简单的幸福，大手小手牵手共度跟旁边的小朋友牵手，对，牵手，快点，我看谁牵的最好，跟爸爸妈妈们，还有旁边的小朋友一起牵手，快点，谁最棒？哎，好厉害，来，跟旁边的人一起牵手散步啊，对，好厉害呀。哎，继续散步来，我们再逛十三好市集。未来的路，我们一起走。哇，给自己拍拍手，哦、好棒哦！好厉害哦！我们悄悄哥哥棒不棒？给他拍拍手。哎呀，这个有难度啊！哪有？我刚刚看到他们互相不认识，都手牵手，对对对，而且感情很好，感觉认识好几年了。这个就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啊！哦，你本来就是好朋友，你怎么把它讲出来的呢？不能说出来，等一下，小小兵只有一只给你们两个，怎么办呢？你要给谁？小小兵要给谁？他马上就说不是我朋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送小礼物了。嗯，请问，我刚刚说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要用客家话说。客家的。我要送马卡龙哦，马卡龙亲手做的马卡龙哟，这个小礼物太棒了，可以当吊饰，是苹果姐姐亲手做，不能吞进去哦，但是可以永久保存，没有年限。好，来，请问香蕉客语怎么说？一二三，赶快去问爸爸妈妈，举手举手举手，好，就是你一人行一边是吧？对对对，蓝色衣服的妹妹，蓝色裙子，对，蓝色裙子的妹妹，来大声讲，有点像冰雪奇缘的感觉，来大声说，香蕉怎么讲？叫什么？用叫，好，来，答对了。好，我们大朋友小朋友拍拍手，正式好厉害哟、哦，好棒哦。接下来我们这首歌，我们要教他讲一句客家话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新瓦屋荷花在哪里？你的方向怎么会在那里呢？荷花在那里，有一个有一口皮糖，对不对？皮糖客家话怎么说？皮糖，皮糖，来跟着我一起说，皮糖，好大声说。
好厉害哦！那你没有看过吗？像那旁边的水亭有很多白色的鸟，哎，白色的鸟就是白鹭鸶，常常会来吃虫，它叫做帕后哎，一起说。哦，好厉害！那我们再复习一次哦。池塘就是笔筒，说一次笔筒。笔筒。啊、哦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哦、再来。这是我们创作的啦。哦。说明一下。然后白色的小鸟叫做帕后哎，一起说。哇，好厉害呢！连家长都会。哇，再来呢？好惊讶哦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鱼会不会说？嗯哎，北京。嗯哎。杨妹妹，嗯哎，预备，起，没关系，我们学下一句，阿婆，还是，嗯，等一下，嗯，那个音不好发啦，这个，他只能嗯哎，嗯哎，嗯哎，预备，起，嗯，好，我们今天目标就是把嗯哎唱唱好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边唱边学，好不好？他笑得好可爱。好啦，我们准备，我们来唱这首歌哈，预备起来，左右扭一扭，我们边唱边学，一样，这首歌我看谁唱的最好，好不好啊？好啦，左右扭一扭，哦，好棒啊，这边小朋友也来，左右扭，来转圈，很好，嘉信来转圈，看谁最棒哦，后面小朋友，哎，等一下姐姐准备礼物给你哦。笔筒好晃动，拍好的笔来黄的空，来笔筒是来空，长长的笔筒黑的给天空。哇，你们唱得好棒哦！好来，左右扭一扭，转圈来。啊，小朋友跟上来，好棒哦！跳得很棒的、啊，我要送马卡、哎。来刚刚很认真跳的，举手。哎，来来来，那个彩色点点衣服的小妹妹，哈、啊，就是你了。刚刚真的很认真，我有看到哈、啊。后面的吗？彩色点点，对对对，后面我看妹妹看小朋友超认真的，送给你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赶快。还有，再来再来。还是莫非你们都在等小小兵吗？哦，都要等小小兵。在等小小兵的举手。
要。那快要了，我们来决胜负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赶快去拉爸爸妈妈们来一起完成最后一首歌。还要上台来哦，你就有机会获得小小币，好不好？好，一杯杯气，三秒钟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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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邀爸爸妈妈们来。对，等等，好了，爸爸妈妈们都站好了，你看这么快，好好好，好来。这一首歌很简单哦，跟我说一次，青蛙客家话叫做怪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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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来，好，大声说一杯气，怪耶，哦，好棒哦，好来，这首歌青蛙爱跳舞，我们要选三个词汇，第一个字是青蛙，客家话叫做怪耶，一起说。怪耶，好，跳舞叫做跳舞，跳舞。哦，再来第三个词，你想要教他们什么？说那个最后一句。哦，最后一句。什么？加爸爸呀？加爸爸。我只听过安姑贵而已。好，快点啦！叫做什么呢？你想要教哪一句？衣服。哦，三副。散步，散步啦，散步啦，散步啦，散步。好，来，那跟着我来，双手借给我，预备，跟着我来哦，不要加节奏哈，不要加节奏，背起，乖耶乖耶，爱跳舞，一身强散步，戴墨镜，戴眼镜哈。戴墨镜，摸出舞步，天空跳个团舞。来，乖耶乖耶，唔好输，就系爱跳舞。脚长长哈，脚长长，你懂好跳舞。一起唱哦！破功了，来，起大声！噜啦啦，噜啦啦，噜啦噜啦嘞，噜啦噜啦。啊，没声音，爸爸妈妈跟着唱，来，大声唱，听到了？哎，谁在大声？那我们两个要齐进布置一下，带一下青蛙的好不好？你知道那个弟弟吗？他从头到尾噜啦嘞，非常认真，我有看到。好，太厉害了，太棒了。青蛙公主、青蛙王子，那我们来正式跳一遍，然后我们最后一首歌就要跟爸爸妈妈一起。正式带你们跳一遍哦！待会我们也邀请始祖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上台来跳。跳完之后呢，我们送他。要鼓励他，我们要送他小小兵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啊？妈妈就在身边。那要选谁呀？你又忘了要选谁呀？哎，对，看，妈妈记得提醒他，选我，选我，选谁？选我。对，后面加入的朋友也一起来。好，那我们正式来跳一次哦。待会上台来跳两次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小声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讲客家话，吼，吼，再大声，吼，吼。好，那我们来倒数三二一，用客家话倒数三二一哦，一杯杯练习一次，三，你，你，你，一，好，啊，刚刚是慢版的哦，不算，现在正式来讲，快点呗，七，三，你。一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正式，这是正式版哈、哦，再大声哦，一杯杯，七，三，二，三，一，一，预备，七，三，二，一，三，二，一，好可爱的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注意哦，不然我们会直到天黑哦，三，二，一，预备，七。你耶！好，来准备，来点头，跟着音乐跳跳跳，跟着我说，左边右边跳跳跳，没声音，再一次，右边，再一次，来左边右边跳，谁最大声？再一次，嘿，听到了，好棒哦！再一次，大声，右边
飞吻去亲一下。啊，哇，看来到新瓦屋就是有这种很温馨的味道，幸福的感觉。现在我要选出十位小朋友了，我要选谁？来，赶快来我前面集合，一二三，选谁？哦哦哦哦，你想要没想要？好来，二四六八十十一哈，好，好上来吧，好就你上来，好来，哇，等一下哈，都好可爱啊，二四六，好 ，OK， 来来来，好，那爸爸妈妈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台下把你的手机准备好来拍照哈，看谁跳的最棒，啊，你们两个站在旁边啊，不要被青蛙，不要。好，再上来就气球不够了，我们再来想办法哈。好来，在这边，小朋友来，应该都看得到哈。好来，再往这边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到镜头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上来了，上来。好来，好，妹妹在这边，香蕉哥哥旁边可以站，爸爸妈妈才能拍得到你。好来这边哈，好好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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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小朋友来这里，脸都要露出来给妈妈拍。好嘞，来来，先拍到是吧？耶，来这边，这边。我把你们的位置都分配好，这样子爸爸妈妈们才能拍到照哈。好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好，很明显十三位小朋友哥哥，待会呢会不够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后面再补上来。好，好，爸爸妈妈们相机都准备好了吗？超可爱的啊！超可爱的小朋友，跟爸爸妈妈们飞吻一个，一二三，说爸爸妈妈们我爱你。哎呀，好温馨的画面啊！超乖的哎，他们超赞的。要说爱爱你，耶！再说一次，爱爱爱你，预备起，爱爱你。耶！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要拍手啊！哦，小朋友真的是学习力超级强，而且很有感情啊。是啊，好，那待会呢？好，那小朋友立正站好，来立正，好，双手打开来。往旁边站，在一起了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分两台，好来。分两排，对，这样就比较高的在后面，好不好？高的小朋友往后面，哇！来，高的小朋友往后面哈。等一下，啊，你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姐姐跟你们同乐都要看一下那个画面，大家都看得到，大家都看得到啊，都是珍贵的画面。啊，我知道你很棒，好来来来来，好，小的小朋友来往前，好，再来再来，好来，好你也来。这样两排有没有好一点？可以免。啊，那个小朋友来来来，感觉有点孤单吼。好，爸爸妈妈们这样子位置 OK 吗？可以吗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来开始好不好？小朋友可以吗？要大声说可以，走对吗？这也不错啦，听得懂客家话也不错。等一下，记得姐姐教你，三二一，记得吗？记得吗？好，练习一遍喽，预备起。好，再一次。三、二、一。等一下，为了确定你们知道你讲什么吗？手要给我比出来，手接给我。三、二、一，会不会？好，预备，起。三、二、一。最后一次，我的哥哥还没回来之前，我们复习很多次哦。预备，起。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再跟爸爸妈妈们说，爱爱你。爱爱你哦，好厉害哦！给自己拍拍手，太棒了！好，哥哥 ，OK 的吗？好，那我们的东西往前沿着导得到小朋友。好，小朋友记得哦，我们待会正式开始的时候，看着爸爸妈妈们的相机，好不好？知道你的爸爸妈妈们在哪里吗？手指一下，没有认错哈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好了，预备，起，三。你一来，左边右边，谁最大声？大大声，谁最大声？再一次，嗯，好棒，好来，乖耶乖耶，爱跳舞，一身上下扭屁股。也不投诉，就会爱掉。
有事吗？有听到，好棒。嗯，好，来，快也快也爱跳舞，一身长发不扭屁股，呆模样好足，天动跳动空舞。再是，快也快也嗯跳舞，就黑爱跳舞，跳到痛黑当好跳舞。好，我们往前来合照，待会姐姐送你们气球。好了，一起来看着爸爸妈妈们的镜头来合照一张。哎，妹妹来，来来来来来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你也来，这样子，妈妈才拍得到哈。好来，好来，一二三，我是谁？欢迎。进口姐姐后面那一只，给爸爸妈妈们那个飞吻来，飞吻，给爸爸妈妈们飞吻 ，Daisy， 出来一点，超可爱。好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小朋友记得哦，我是谁？令狗，他呢？香蕉哥哥。小朋友想合照，面向姐姐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小朋友还有大朋友的参与，明天下午。